观众朋友，今日过好么？喺阿明姑娘后面，欢迎收看福气来。天南坡嗰度乡镇地方人口老化，系一个贵重看到的现象。其实贵多年轻人北漂，现在都是镇地方去寻工作，啊，留下来替乡下人越来越少。喺平潭人呢，米火村有一个老教授，伊在台北退休以后，伊翻到古来自家故乡，替做沙器制作发通。伊今日出了一本书，按到村庄书记，啊，你今日有请到来宾，你可以认为书记的作者，啊，等等郑先生，郑教授来到现场，我们马上来欢迎阿的郑教授。郑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培养米火村的总什么的郑先生，请到请今日来到亚克现场。教授，我想问一下哈。从从那里开开始讲，即个系提台北退休。嗯，你个时间很用，迄一开始都通啊的呢，啊讲示范学业的那一通系咪？没，我系第没请聪明的人，我当然靠台湾去考的雕刻啥物，文化学院中文那毕业。啊，我上好一点人喜欢故乡的心情，是重要的。所以，去到那哦，一定不经常到故乡。我有一站咪提起宜兰高速啊，新立劳动高工高工。我今日提起物个去太平山，去看到个屏东客运那个游览车，我会亲听那个我用来故乡来啊，一种心情。所以去到台北搞个安尼多个个退休的都一切都倾向回到自家家乡。可是。我想每年一天我一天的时间了哈，看到这个故乡有关这个故乡的东西，本来都想到讲，哎呦，你从来在屏东哦，哈，譬如讲你以前在台北读书啊，哦，你看到某个屏东的上来唱歌的啦，哈，某屏东某个事情啦，屏东上来水果啦，如果感觉到，哎，怪亲切的这种感觉。可是每年这个又本来又暗好屏东的件事情，啊，做某问题，工作的过程地方一次都停我一天咯，你还没同人讲下，你差不多，譬如讲，头都讲去文化太好。中文的病人嘛，后来呢，你都转去某个单位，然后最末伊还伫台北去做退休咯。太好去诶，吼，因为其实大家乡下嘛，家庭环境都无挺好，所以读太好去都请讲讲去个会适应，所以咧太好去就去考国普考啦，啊国普考及格的，后来太好毕业去做兵嘛，做兵过来又分发的在台北的侨务委员会做一的公务员。后来倾向转到贵东啊，的屏东有下心的本美好国中的高中刘德明先生。哎呀，清河就讲加强归来，现在开始提学校教授的开始。后来因为读大学嘛，一定会同朋友恋爱啊，啊都恋爱到特别的细阿妹，所以爱到美好国中教起的高中，他讲后古罗女啊教授一天要教三年哦。香港是真实搞的三年，咱咁同恋爱千多人咧，先阿妹结婚咧，家都台北去啦，家台北去。嗰度录音咪结婚的关系，录到台北去开始喺台北咧教书嘅工作啦。咁以前其实系教嘛咯，教国中还是初中？我系去到台北嘅吼，因为有冇乜嘅背景，有冇乜嘅学历嘛，像一啲文化学院啊，更加讲文化大学毕业。啊，出差来讲，又全部要投入的哦。尤其叫再去到用个考试级别去到个公务单位啦，都特别市政府去上班。后来没习惯啊，倾向年轻上教书啊，那有那个报纸有出那而现场，自个都下进来去啊。去到奎山小学、奎山小学搞个一年，后来去到古堡高中又搞个三年。后来又看到个报纸吼，讲宜兰有一个新立劳动高工，而齐先生，啊，这个又就去报考。我记得佮下三十空个人去报名呢，啊，还莫名都要录取哎，啊，一点人吼，而那伊各种啊呢，各种命运的注定呢，所以都劳动搞各种，啊，特别吼搞到亲好的朋友，咪讲个亲好的下属个朋友。啊，提起吼，认识嗰度啊，啲啲乡土，宜兰剩余嘅乡镇全部就搞嘅，对佢哋落去体面，对乡土文化相当嘅用心。
所以佢當時到台灣嗬，民國七十幫人家本土化啊，對嘅地方嗬，誒有認識。後來跳來台北，佢嘅成立泰山高中，又同佢林洪道教授哦去台北啊做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啦，去讲解历史啊。太好呀，你过程。因为其实宜兰吼，本土田野人算是台湾的本土化地步，一个最重要一个基地啦吼。因为伊本地都本来有土的，有这个国土特的一种历史文化以后，宜兰人对这个文化嘛会保守。哦，我感觉到一点吼，宜兰人吼，给安尼各位襄阳啊的地方样个来，我的想法啦，唔是错嘛。因为宜兰离台北过近，伊接触的这种安尼各。高有现代化的思想，爱七个工人的认识啦，比屏东人个好。因为屏东人哦，一走到台北的，亲乡亲手归来，安尼，所以对爱意思都讲屏东同台北的这种影响，个蛮强的。变呢，所以土著没分开，发展的个好诶，爱想法为安尼啦。因为人真的是对我的台北，以及台北如果都会新的文化啦，新的想法，啊，依然本地伊的许多安尼伊的想法个世界，伊在谈人讲马路个价，好，但是过去以后，伊人其实对伊的在地文化保存哦，其实同调查，其实迄种应该讲归用心啦，迄台湾咧归抓个安尼讲杀鸡酿造也要几十年的关。其实依然一直错过好，可是从头都能给我们的高山的功夫。其实讲你在依然是多多好，嘛听到个东西，你提供让我去爱乡爱土呀的事情。哦，在依然哦，因为高青多朋友，加陈定南多做院长，也成立的依然史迹研究小组，一好高青年，还有青多爱七三年啦，伊都给阿都提点有接触，可以开始规划东山河呢。在写宜兰的历史，啊，对米的乡镇吼有了解，芦苇铁名样的来的，啊，人家发展比铁石田来，米来样发展，所以乡土的这种对乡土的文化的想象哦，他给慢慢的哦，感觉到亲切，认识亲切的。可是后来又在台北开始做啊，在那田野调查嘛哈，也很美。如果管海道讲，你这个退休以后哈。你做到很多文化在做工作，后面有影响啊？这个因为我系想宜兰本来影响系替代嘅，后来到台北去，因为乡土哦，讲人骨人讲啊，乡土嘅东西系一点人嘅细胞，国家嘅细胞啦，系人家是来了解自家嘅乡土，认识自家嘅文化历史以后啊，一个生命啊，力量系存在嘅。我沉沉的感觉到有几番去深藏呢，所以回到台北去的吼，当然回到台北去教书嘛，有咧一方面教书，又回去十方太后通研究所，啊，通开人研究所又开始吼，因为这个青勇敢，跟下新的本太后吼，实践家专啊，台北体专、台北教育大学都跟伊总啊，啊，都会吼向伊教书吼，啊，看到啊，讲起嘛个客家文化嘿，有一次吼。去图书馆看到一个国立台湾图书馆啊，伊在讲迄个公告，讲伊在征求台湾文化研究的书。我记得个当时吼，有征求两本，俺们都讲俺客家文化也是属于台湾的文化嘛，所以俺记起俺很侥幸吼，有俺来记起下一本台湾客家文化研究。啊，因为这本书出的吼。台北市立教育学院呢，人讲市北市啊，给总统府给讲，爱国东路给讲，给社教系的主任王的简厚聪，都担任天师台的记者来采访来。给当时来在台北市立永春高中教授哦，啊，一路来就提讲采访回来，他讲主任，你们大学哈、哦、应该开客家文化呢，好，你来我学校开，就马上来开，哎，鬼夜都寄片出来，所以我又给寄给。台北市立教育学院去担任客家文化的教授。其实在台湾啦，吼，我们但是话，因为我在台湾经济的起，我讲经济多多的行业来吼，从台湾的发财财的时间、嗯，其实这时间嘛，我们开始台湾本土化的研究，最开始的时间。不过这时间其实西昌先生，这时间开始推动台湾的太好地方，研究客家实在是。
莫简单那个事情。可后来对那那没都提个时间都差不多，都年老学校都退休，还是讲有转到太好去教书啊？因为个当时哈，办继续在教书，其实伊提真实的讲到系公立高中的欣赏啦。阿雅讲诶，实践家专、台北体专，甚至私立教育学院，亚洲东西都可以讲你们啦。因为其实我们个背景也无博士，一些通通一些硕士的人咧，啊有机会啊，能够吼对公司开始做做到副教授了，这当时都已经有拿到副教授，啊又不时去研究，我感觉到有点经验吼，有一次跟上第六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的中央研究院咧，我去发表论文，后来结束的吼，我又送一啲澳大利亚的一啲白人的学者、白人的学者，同一啲泰国的学者，啊，一啲香港的学者，我视察对台北吼，送一点去桃园机场，啊，问问一点咧，我们在搞台湾客家文，我们在搞客家文化，到底有没有搞头啊？哦，一个有一点个。给王东教授太六个呀，就抬矮肩膀哦。你放心好了，未来50年，客家学是全世界的显学呢。也来讲，啊，刚不都来讲，也感觉到其实哈、哦，不管阿人做嘛，来讲你一些想法，我做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对未来有没有价值啊？啊，给同事来讲不得，客家文化是挺好的东西啊。是，其实安尼变成讲。客家文化发展哦，其实海边五省也真的会越来越发展。嗯，其实哦，教书教得好好哩，跟着做嘛，后来又变纯种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再买个多个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上那节目啊，那戏场高速在工业的广告演员的歌唱，但是啊，想问一下吼，那做嘛个会不做群众？工业啊，少数的第一个节目方法，请感谢我的陆卡人啦，我的家的当我两个妹，我讲我鬼频道的哦，哎，你莫反对，这当然哎，这当时哎50岁了，啊，符合退休的条件呢。我都拿轮卡棒的，我都照过来的。啊，照过来当然吼，都过来都面到提督卡，譬如讲七家老屋噶，已经不累位，有无奈黑，啊，都去收账七家老屋嘛，黑得特地拜。啊，有些当然你不二神法嘛，所以有些个怨叹弥合的太人啊，伊艰苦啦，都面到会艰苦。啊，突然间有一次吼，我的那。中心论人吼，讲这台北几类嘅动差不多嘅效果咯吼，对台北几类哦，谈讲屏东嘅政府祠堂，无办法处理嘅事情都必处理好些，佮亚人来做村长唔理好嘅安尼，是做亚一条讲个，台湾有啲铁匠嘅政府祠堂，中盛公司，因为欠政府铁家税。搞不成540万，本人来拍卖，啊也会叫我去的。啊，佮当时有文化界的人讲，哦，也佮政府祠堂请奖呢，所以我都同几个朋友发起古迹保存运动啦。啊，这古迹保存的运动的过程，啊成功诶，啊佮他们说也唔是假的，啊政府啊拿来赞诶。所以总之们如果一个一个古老鸟按桥顶咯按背咯，其实佮当时吼，我唔知特别唔想退休吼，我因为又不是单人下来看我哋啲乡土文化，啊，我有团员建筑嘅种知识自信的理由啊，单人一看一切都根本我有感觉，你话我讲单人一看屏东，乜嘅美地吼，我俾推荐嘅。旧爷三十块王庙啦，这当时旧爷三十块王庙，有一部分人来拆开，有一部分人来保存。啊，保存的人，我们先推起从台北联络的，啊，又过来推动旧爷三十块王的庙的保存运动，也两个都成功的。所以，我们状况的人吼，都见到陆下进讲，
啊，佢當時吼老會全裝唔做嘅，啊有時呢喺個上頭要去做，變咗兩派嘅人吼在爭啊，爭嘅過程啊，面都搞唔到你問嘅動插杯嘅商人呢，都請唔到嚟啦。誒，睇嘅電機嘅氣候原因，外邊睇到下睇黏嘅化。啊，来到艾洛卡，绑艾去讲，你冇电机吼，还有十分钟都冇几句嘅，一定要来去哦。唔电机不管用，都要来电机啦。冇电机都冇。啊，我都提灯，都去到嘅强工，所以电机啊，电机都过来啊，都啊，那都变咧七家做村庄啊，呢啲过程。啊，说啊，谈好来村庄唔免动手机房呢事情。你变成讲，应该帮伊电机，然后如顺利如动线的啦吼。但是动线是归动线啦，但是动走条路是走条路哈，走村庄走村庄啊。村庄唔同以前那个高速是够单纯哈，都搞准批资料哈，可以搞好上诶。啊，村庄是而面对个条村民呢，你走村庄同走高速，你这样因为其实村庄长，恁讲讲。差点呐！啊，有嘛事情，现感觉都看哇，一开始无嘛嘛在做呀。感觉体态啊，吼，做村长吼，我的想法同我的村民啊，哦，这种差别心态呢，其实村民的想法咯。啊，个路费也得对一群人长个，问个想办法去问人来长路。哦，卖有人潮湿，都夹个一群人做，我的想法唔咩样的呢？我做村庄去地，我的乡的，我的那村民怎样写我的呢？呀，我的那村庄，所以我马上成立收体奶的工作队啊。每礼拜有人跟我说，我就直接有人跟我收体奶啊。哦，按那些人那位好好的写我的村庄嘛。结果不是我替村民收体奶哦，譬如讲五点半就得收体奶，有位人运动还不贵了，有一次我验票去。你做哪里的村庄啊？你这个先收听来有嘛可以用呢？这路唔那大大嘛，意思都讲这路哦，按那小好一些。哦，这啊，本来前台这种安尼养相啦，因为二线村庄现在有讲，那些村庄全部拿了公共嘛，45,000元的薪水全部拿出来，所以我要讲七家吼，没办法服务按主多，我要抢个老村庄同来填数啦，当然要比薪水呀。啊，有唱人唱人哦，面对同来学习吧。哦，诶，我喺西班牙先做本料，我应该都冇呀。啊，如靠自家去兼课啦，一些退休金啦，然后啊，自家出去咩采访啊，譬如讲，村庄甚至内部讲有人讲唱到啊，讲有乜嘅冯氏拍戏一定要去啊，出去咩睇，冇都讲哦，咩提起自家嘅时候，有奖学金嘛。完全空空的村庄的薪水就减少一些钱的两个人工人数啦，但是这个又发过多这个钱又钱人来收体奶应该有资工啦，但是收体奶买过多点心不认识的而且能保养不是做一年的村庄下来以后真的是这个赔过多感觉到吼也是这些我感觉到有一次吼，我收天奶，带着我村庄的这个富人家庭收天奶，所以我讲啊，也个垃圾吼，所以也对的。我过来视察的时候吼，用个垃圾袋，他也拿在手啊，啊，被收，对吧？啊，个过到去我哋村庄的同阿收天奶的职工讲，哎呀，唔是因视察来装走。我哋都拿收嘅嗰樽酒都好嘅，啊！我都冇讲，加收嘅樽酒一样嘅咯。啊！在卡秋天咧，睇住佢嚟都种喺度。哦，而家我感觉到我心都会气，很难过。咁多让我按呢，即系当时我有一次机会去日本归来啦，按嗰度日本人按新枪，一面都去搞下种嘅嗬，按我做，哦，心都会真的，啊！我哋呢做阵嘢讲，有啲心理学，好像得到忧郁症咧，哎呀，感觉到。我心都会很痛苦，可是我觉得是如果其实你这个听外面看到的东西够多，你这个地方其实一个村庄唔单止系一个路大大吧，吼路得修修哇，安尼一种安讲硬体上面的东西，其实硬体的东西其实够重要，唔单止讲路脏好，但是。
一条地方人有爱杀也会自家会土地嘛。其实黑的村庄地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噶等那些村庄的时间，有嘛个事情还感觉到不影响过村民嘛？比如讲，俺的村民有要求做各种怪怪事情啊，或者讲有一做嘛个呢？结果讲自家以前告诉从来没做到事情的。一定人过忙以后，他一样的过忙都医生而下死亡证书。他路况发生差不多过忙的警察叫我下岗的路况过忙嘛。他如果受中正情，我的一样的爱问群众去看啦，看的爱去下岗也然后实际他如果过忙哦，无嘛个个哦，下岗的死亡证明哦，咱拿家属咱拿伊一个一个卫生所啊。阿强比神做为主任，可以的死亡证书，伊人可以去埋葬啊。啊，你做村庄当然会碰到一下安尼嘅嘛。因为暗埔头三点哦，我要接到电话嚟讲，村庄，但五点二挨绿卡哦，挨绿卡人哦，佢而家呢，佢送到绿卡嚟，佢绿卡寿终正寝咧，我哋而家呢过忙啊，讲五点二批团聚啊，已经二来哦，诶，同埋看过诶。下一代的死亡证书啊，五点的寒天，还不走去哦，见哦，当然一代又看到，佮当时佮佮王先生个人强呢，心都会好真痛苦。啊，系的吼，当然都走到个阿阵个村庄个太庙啊，去创业啊，希望神明土地公啊庇佑伊六家人。啊，不过我要坦讲嘅，蚊严重嘅村庄哦，讲啊，一定蚊严重人过忙嘅，佢叫蚊严重嘅天主堂嘅嗰种神父哈，为提嘅蚊严重嘅天主堂敲钟啦，好像送他这样，啊，感觉到这个很好呢。我做村庄，所以看到嘅验尸系点，我要心都会真痛苦，要亲上走到嘅我哋呢村庄嘅土地八公庙啊。同土地伯公庙抢求保佑，都卡平平安安。啊，有咩亲上来敲钟呢？冇啊，那样做冇得。哎，乱哎，乱的事情呢。其实啊，这是唔养女冇想到啦。一方面想到讲，哎，群众过后做啊，群众一张眼有西方人有那个眼睛吧，哈，然后又脚踏车有个脖子可以劈的哈。啊，反正真的都冇水，佮水给我冇通啊，都打你买一盆文香公说讲来通啊。我想到其实那个群众嘛做安多。会特别的事情呢，因为早期真的无可能，如果真的无一点讲，一天要医生啊，看养死的一个事情啊，我说变成彩地的村庄，去家庭来个事情。但是目前来说，我想到讲，按到底游戏嘛，因为有时也很可能很老死啊，无罗马个东西，好跟。就变成讲，安尼个伊得判断的经验不相中，又不尊重来扶持的游戏。所以由此开辟哦，村长联谊会，东片形状的村庄，都必须讲，我帮阿等村庄养个人过忙了安尼。我想吼，伊咪可能村庄过了解个村庄吼，咪都养人咪本人，让个意外啦，冇嘛个让个嘛，所以。也件事情唔跌，家等我都应该唔跌啦。但是我做村庄有一件事，我感觉到几好，因为我做村庄啊，有一啲我哋呢庄稼同我讲，啲种嘅色啊，唔系青菜哥，女可以，我都就会可以啊。阿面头家姨讲改菜哥，我都包一个红包两千元拿俾啊，讲佢发成茶货啦，人家面咧就叫面长康啊，啊我都去啊。企业啊，看到七彩有菜果，伊都提起超商店下班呢，半夜间下班呢，爱鬼碌靠，企轮眼睛半叉肿死，一叉就去定呢，冇人点呢。啊，半夜发现呢，伊就半条命呢，送个医院呢，哦，都唔会康床嘅。我一看，可能我就拿两千元币，咪到个两千元要做嘛嘅呢？我要增加三点五千元币，我鬼来见面也件事情呢。因为本茶种诶，啊唔得卖，肇事者这位啊唔得慢啊，慢来赔伊咯，伊啊碌开啊辛苦，啊你安样啊咯？啊个有一问个台北的朋友啦，伊讲人家有一种车祸特别赔偿委员会，假设系某人赔也可以申请啊，啊我都马上提申请啊，啊申请啊，我感觉到
作为的群众啊，感觉到也有知识的那个力量呢，因为知识就是一种力量嘛。你看，来某一体神像，一摸可能得到150万啊。但来有体育神像，有特别补偿基金哦，我感觉到也可以看改好的事情啦。或者其实做群众同教书真是无重要，因为做群众我读到几多无重要的事情。休息一下哦，第下个就买几多个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上到节目，我们来宾非常高速，同我们讲在做村庄地方发生过多个神奇的事情。那么你要不村庄他们做一道街啊？我就做一街西人，那天我就贵阴学校，就美好科技大学，过多也搞学会转。过多，那么你又把一套那故事，出了一本书，叫做《村庄书记》，是吗？当初那我想要出一本《村庄书记》一本书呢。其实我吼一直就倾向写文章，都平常都有写文章的习惯啦。阿弥与去感想，去个碰到个故事，我想留下来吼，也挺有意思的。阿弥与去个做村庄，有很多事情做唔成诶，也希望我以后问人吼，有了解个当时我碰到嘛个问题，所以希望我留下来。等于讲，日本呢一堆文艺理论家出川百泉讲诶，文化一堆苦闷的象征啊，这个程度诶，做唔上诶事情啊，下沉了，安尼。可是每一个歌功颂德一个出一个书记啦哈，也其实嘿，把很贵多诶，可能想做但是没办法做好诶事情，没办法做完成的事情，你写下来的记录，我们其实我们节目进行都更加啊哈，他讲你都经常都弥陀村。而且贵东西没去过弥陀村的人吼，其实我唔知讲，弥陀村都在有乜特色啦，吼，无论有迄地方很有名人啊，你咪同人他又介绍一下讲，弥陀村有乜特色，无论个以这个本身有乜人文的历史嘛。弥陀村包括两个钟头啦，我哋两个钟头，譬如讲中心那个罗金坑，也有人讲罗坑坑啦，其实罗金坑啦，中心那个开发吼，佮做。在雍正年间啊，300多年前，这当时我们的祖先，包括祖先也讲内部的哈，90%我们六队人都会对广东走量来的，因为走量哈，山多田少，旱灾连年旱灾，民不聊生。这当时有一个知县，我们的魏公超，禀奏朝廷准广东走量的人来台湾。所以来到屏东平原开发，我听讲个客家话，迄酒量强呢，所以台本就迄酒量来的。啊，从前那家庄诶，迄雍正年间开始开庄诶，乡镇呢比较多，当然异性也来嘛。无像我乡诶，比如讲乡总、乡陈、乡启啊、乡下个李、乡侯，有空啊来嘛。但是乡镇呢，占70%就开始开发。一堆村庄，黑一堆各个的地方，隔壁有水，一条水叫做龙井溪。哦，因为家里有水，咱可以耕种，咱可以解决这个生存的问题嘛。所以中心论的论啊，喺各个的地方。所以讲，我哋开发有头论、二论呢，啊，中心论、米论呢，米论呢是尾论呢，最米下嘅米下嘅论。沿着一个龙井溪啦，啊，开发以后，最民俗学来讲，我哋罗北乡来吼开发的，所以我哋中心村当然都有东插、西插、南插、北插啊、北拱啊，哦，罗金强有咩强样？因为罗金强伊个梯形，佮像沿的罗盘，啊，一条路经过个叫罗金强，有两个钟头。所以头摆中心的那种哦，下个中间的种啊，在六队当中也比较中心点啦。所以中心论，后来日本统治台湾时节，有人啊改过中心耿耿的中，中心论改过来嘞。啊呀哈吼，有一共有3000空的人在遐喊，
由守护按到求职国教。求职国教因为民国48年台湾发生八七水灾，华侨捡几多钱奔台湾，用那些赈灾的钱给我们屏东作为什么守护？乔治、乔德、乔勇，要上来好讲。所以因为我们中心的守护用很多求职呢，因为用华侨捡的钱来做个好讲。因为当时我们去内部国小一行3公里呢，安尼来去，底下我们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小孩嘛。今年的青岛，我救个兄弟姐妹呢。佮当时哦，把这救个青岛人，唔管佮灾哦，一点呢一闯个什么，每家人都辛苦嘛。所以唔管有求知国教。后来我哋呢，中心里有一啲个有名嘅医生齐鹏英博士，咁嗰种我哋村庄嘅人哦，我哋啲六队嘅人爱托手冇奈托噶，我哋靠初中嘅四个人冇得五个人能养到一点人呢，靠唔到呢，所以就攀一啲美好状况。阿弥陀佛，慢慢的又问到西摩人爱抽烟吧，就办一点弥陀佛展。阿弥陀佛展应该美和科技大学，所以弥陀村可以的起名哦，就广府也好讲弥陀村有两个总统，所以美丽和平的故乡嘛，一点清活的村庄。于此哈，有一点朋友，那点村庄的人一律到做厨师。啊，过来来村庄我录卡，人常人在聊天呐、啊，我讲。哦，我哋六嘅物嘅，诶，六度一火呢，我哋做厨师，俺不同人要帮我去导览解说呢，要包红包帮啊。我听人讲，我哋咩可以？诶，等下我哋咧村庄嘅人讲嘢，目住健康嚟讲，我哋村庄因为可以做好多咯。我哋冇铁石的，我哋讲我哋因为冇铁石的咯。咁苗栗啲山意嘅南庄嘅南庄啊，苗栗啲南庄桂花香，你大概有一个两三头桂花，就讲桂花香。让我变有桂花香，我哋村庄我冇去食的呢。哦，我哋哦，阿个我哋呢，人常个朋友讲不一样啊，他们那个离狮驼山很近啊，我跟我不一样的，我们离大武山也很近啊。哦，我哋有我哋的特色，每个村庄一定有村庄的特色，也人们的历史，譬如我哋从前面青岛佛坊，啊，我哋从前面几多嘅佛坊嘅故事，啊，我哋从前面几多嘅啊。像我讲诶，我哋咧佛房有一堆花台啊，润花台子嘅花台啊，人家千多人唔掂呢，点解用五行煞呢？啲五行煞这个千多人唔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那个是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呢。我哋好好来讲一个五行煞，哦，用嚟把个金木水火土嘅故事，哦，相当清楚嘅事情嘛。所以我认为讲。米的村庄有一点米的村庄的特色，啊，村庄的特色那做起来，啊，青岛人就会来，变成一点亲友地方的这个民俗故事的一点地方。你看，啊，这个很离谱的哈，嗯，啊，好多堂都告诉我人讲，才发现哦，你看乔治国小名是安尼来啊，啊，其实有时候我奇怪啊，你怎么安尼离谱？你某个地方都安尼某个。各种各色嘛，做嘛以往的 George， 啊，嗰度叫乔治的 George， 你话咁，因为我爱得按用花名，我听到嘿，一啲我哋当初一啲啊赈灾后来钱哪里，嗰种买啲各有意义的历史啦吼。咁加上讲，譬如讲，我哋广东朋友见家上阿兄阿等啲米铺装啊嘛，唔系咪可以有一啲路线嘛？那个建议可以来聊聊一啲想法啦。爱想哦。民国93年，啊，92年哈，台湾发生 SARS 更严重，啊，青岛的外国的观光客唔敢来台湾，结果我哋呢行政院加广州新闻局啊，都问到我来去外国定广告哦，讲外国的观光客来台湾哦，把你钱唔通就太欺诈来，所以原来接到行政院。一个秘书，伊讲，也一个秘书打电话不爱。村长，我到处打听呢，说要去找你呢。啊，我们哈，我带了22个国家的记者，有一天晚上住在高雄，第二天下午3点才要到鹅銮鼻、垦丁，那么长的时间，那难道我们没有好东西给他们看吗？结果有人就告诉我说，有美和村的村长打电话不爱。啊，佮二十二个假记者都来，我哋
我在那中心那，我先带一点去看台湾美的昌黎祠，去看台湾最古老的万景天主堂，可能去看竹田菩萨像，啊，木构造的台湾锦城的硕果，归到我的中心那呢，土地公庙的前面，问我的那村庄的那个妇人家，啊，妈妈，社区妈妈，煮几道客家菜，必定食。问我的那社区妈妈，创三个必定谈。我这一点贵嘢哦，发表前头睇个海外嘅文章哦，佢我有点挺满意啊。我喺想法都讲，其实哈，很咩讲一啲地方嘅一啲特色、人文的，包括一个地名哦，一个故事哦，也挺好嘅东西。透过一啲导览解说，本几多年一啲，一方面上海天原来都有村庄，一方面我哋村庄我亦觉得。啊！我的村庄那么有荣耀，那么有荣耀感。我带过多个人哦，去到我的那中心那海平路，我说：“哎，你们看这个佛房哦，三省堂哦，这个哈、哦、出过一个1989年全世界坐骑冠军曾新奎教授，以前就住在这里呢，这是他的家呢。啊，再过一些讲，这是棒球名教练曾纪恩的家呢。”也是那个太学寺佛房，太学寺佛房的人曾荫龙是我们六队抵抗外来侵略的大总理呢。可是也在安设的总头地方，其实都包含了很多人文、历史，也会贴上。好，可是其实我们因为没有说弥补出来，其实我们六队很多总头地方，其实每一路安呢，会丰富，会等于下个的这种的。来。我研究可以接到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而走去一堆生态博物馆的一堆座谈会啊。其实生态博物馆那个理念呢，就要把它落实。一堆村庄里的博物馆，俺们村庄的人，一年春夏秋冬，我有几多俺们的民俗，譬如春天都有个造佛。可是其实等于俺们一年四季的生活，都从俺们的博物馆里边东西都看光了啦吼。其实我们西藏先生对于退休以后还是会关心以故乡的事情，今天是以70岁的生日，我们祝伊生日快乐，也希望说一本书他的人可以看，今天会感谢我们西藏先生在现场跟我们分享很多安心菜的故事。请多谢主持人，也请多谢我们的观众和朋友啊，请大家多多指教，有限来我们明后城老了休息一下哦，大家听我们西藏来一通一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了。我是王振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七七岛营养神社碑。另外一篇呢是陈先生，一篇潘先生。我同观众朋友示范的呢是抛江过海。抛江过海呢是做我的呢书接的运动，同我的呢背囊用的同延长我的呢。所以今天我们两只脚先打开来，打开来过后呢，我们所示范的呢是祈祷的哈，我们站在下边上来，我们竖拿放下来，竖拿放下来，我们先示范我们腕关节的动作，腕关节呢，我转的时间一级一级转下来，来接出去，啊，一级一级转下来，转的时间呢，有个观众朋友我讲，我转的时间呢，哈，我呢老下去。安尼老呢，我哋无法度做到我哋呢一只伊嘅一级一级竖把桩嘅红嘅一只伊嘅骨头，所以我哋喺边上我哋呢骨头，我哋安尼垫嘅时间，我哋呢竖啊一级一级，好，就安尼一级一级切切下呢，边下咧转动我哋呢腕关节，那呢接出去，所以要注意地方系第一只，我哋安尼垫嘅时间。接出去，所以有一年的话呢，尿的吼，要来接出去，他个手啊来接出去，因为安尼接唔要讲唔忙，我哋也可以。问题讲我哋训练唔到我哋呢，竖接的装备，竖装的
也关节嘞，肱啊等弯关节嘞，这些地方，所以也系安尼接出去，也系释放啊等嘞弯关节，接下来释放嘞嘞，系啊等嘞舒筋也一节的舒筋嘞释放，舒筋嘞时节啊等嘞舒打开来，啊等对老背弯起来接出去哈，啊等落下来时节啊等嘞舒清凉向老背，老背再由老背缩起来再接出去。也是训练我们那些是训练我们的书节跟我们的书节来连发心过一来呢是我们的正中神经也在意我们所示范的一个通常呢是书把掌掌轻排我们的书字向下边向下边呢我们主要是一只意我们一只意人工我们也有正中神经我们的妈妈说嘛对一只了也放起来所放起来的时间呢，我喺做一节的运动哈，也一节拿放起来，再接出去的时间，喺对外的呢，对外的呢拿起来，对外的呢背囊，好是，公外的呢肩头放，上个时间安尼挪下来时间，捞放起来，我的呢竖棍那同到双脚，注意的地方都讲啊，我在起的时间我会稳停。过来为一种的做法呢，喺我哋呢树打开来，我哋飞出去，我哋树打开来时节，我哋点一啲高骨一只，高骨一只飞出一树的前面，单向一树的下背，又系做工啊，又系对内，系对我哋腰位，腰位动作呢，飞出去时节，一对我哋呢一腰位同我哋呢高骨一只一嘅地方哈，飞出去过向我哋呢树拿进来。啊！等变成一扎树的单方，一扎树的下背。下背的时间，挨翻的时间呢？挨对腰啊，挨翻出的时间，挨底背后方的一扎树是翻的底单前面。啊，底肩颈、底肩、肩颈方、肩头方的树呢，翻对后背。所以啊，这要注意的地方都讲挨翻的时间是磨胸向的地方也这边哈，所以要注意讲啊。刚做嘛，俺那边远远观众台湾嘞，俺竖接出下背竖接了，俺那很磨转动啊，等一下只也摇诶，所以俺能做一个连续动作的时间都俺那边出去哈，俺那边出去要注意提防，过来俺能说示范嘞嘞哈，俺的那连续动作的时间呢，第一点俺的那腕关节转入来接出去，过来呢是俺的那竖棍竖接，俺的那竖接。向老背对树转起来，再接出去。再过来呢，是我们的树的正中神经，我们撞下去，拿好起来，对背囊、肩头方、背囊方接出去。提过来的动作呢，是我们的一树一单方，一个底背方，背方呢向前面。肩头的向后背，所以第一飞的时间要注意，喺我哋的高骨转，我哋的腰高腰位同高骨的地方嚟转。观众朋友，我们呢也是一下说示范呢，是祈祷的动作。我们下一个动作呢是坐倒的耶，希望观众朋友呢准备一张凳呢，同我们坐倒来做。今下说示范呢是凳的动作，观众朋友准备一张凳呢来同我们向下做。啊，凳呢要注意讲，我们凳呢要坐起呢，唔好有危险性呢，唔好有灵呢哈。我们坐起来那位，那唔好有危险性。今下呢？我们做的是抛浆过海，坐的时间我们尽量不要背脑，不要靠到我们的电背，我们坐的时间可以坐一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我们做的时间同样我们做的先做腕关节的动作，腕关节的体验我们转的时间，我们按着转的时间呢，转的时间接出去，我们让技术呢按着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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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送进来，送你来动我们的腕关节一只一又撑一下啊，那里翻出去，刚唔系摸，那里一人工一把抓，安尼抓呢，
接出去，第一我们的数字的人发生温膜，第二点我们的膜下都要去训练到我们的温关节，所以今天在我们温关节的用来分出去，再过来我们做的地方我们在做一下数关节，也一节也一以温关节吞一下数节也一天的地方做出来，我们做的时间可以用我们数，我们的数节先打开来打到胸前，按我们两只手按来合手来，中央数字文关节中央按来合起来，再呢分出去。好，第一是做我们的协调性，我们哪个协调性？我们的手臂有力，我们的肩要喊你摆，哎，行路，哎，哪么个支撑点？哪有发土工啊？有力头，那么我们的肩要慢慢的会萎缩，会萎缩向起来，所以也是我们呢。我们一只以竖棍的训练，再过来呢，我们做的呢，坐到去压竖节，我要做一肩头压一个对半的话呢，分出去，所以压一节呢，我利用个压竖把掌向下摆，啊，我一只以弯关节压一沉顿，沉顿比很狠，很利用我的压一节，安尼缩好你的，缩好的时候，我记得我得安尼 keep 起，安尼 keep 起的时间。好，竖节，竖节一个一个送起来，送起来过后，我们分竖节弯起来，对呀，分出去的时间，去对呀，人的背囊的肌肉来分出去，分出去呢，都是我们的竖，利用我们的背囊的筋头被延长出去，背囊的延长出去呢，那么把我们的背囊筋很狠，也是讲啊，我们按要壮顿的训练讲啊。希望我们的坐蹲的等你，我们的背囊会过狠，会磨伤快，也是讲我们的延长我们的背囊筋。再过来延长背囊筋过后呢，我们唯一种的做法讲啊，我们的竖打开来，打开来过后呢，我们垫用腰骨垫，垫呢一扎竖在打方，一扎竖在下方，下方呢。你注意讲啊，我安尼等下来分出去，我等你等你喺右背右等你背，唔分的时间，我注意一下，唔好同人数打到人等你背哈。所以我撞的时间，我注意讲，我耶稣拿的点头哈，我一张数标个点挨摇哈，我利用挨摇的一只一提防，挨摇一提防挨。不能向我分出去打好，我镜头我分出去地下背，所以我分的时间我注意不压灯的背，不要分到灯的哈，啊压数那不会痛，所以在点的时间，所以讲利用，啊你分出去的时间是利用哪只力量？利用我等一只高骨同我腰的力量，所以我的高骨，我的高骨一只一同我腰的一只一，我有几痛哈？所以我做的时间，我是垫在那里，我分的时间是利用我的脚骨和我的腰的在那里做。有个观众朋友说，刚才可以按前面分和后背分吗？不可以，我前面分和后背分，说我希望我前面分和我分的后背，通常是说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是第一只一，也差别说啊，我是对打我的书带在镜头后面我分的后背，和我的在本来后面我分的在前面，也差别都在我的腰的有转啊没转，我是飞头线，我的腰的都没麻转，我的脚骨也没麻的痛，所以说我要注意说，我要把我的脚骨和我的腰的比过零分，过唔好安闲安神的时间，我一天一扎书一滴单行，一扎书底下背时间，我分的时间都多好对策无穷用，也无穷用的人都是讲啊，我用利用我的腰的同我脚骨分出去，所以一只要注意的地方是第一。以上呢是初度的动作，希望观众朋友听我等好好来做，帮我等你人生个空间，也是我等下一次拿来了。